女性有多少种样子？这边红色会不会好一点？老板娘，这里要一份开放式。好嘞，肯定怎么样？纯真与善良。我是他买的，别人是他买的，谁不是他给我买？没事，奶奶，我们应该的。温柔与细心。我当时是觉得什么？他在哪，家就在哪。牵挂与叮咛。乐观而顽强。比较起早摸黑的，也确实有点累。他在尘埃中奋斗，几乎二十四小时工作，亦在星河中闪耀。他是土地上的先锋，他是山区里的春蚕。我这辈子的价值，我不管怎么着，我救了一代人。是奔走的红色爱心。我舍不得离开这个社区，也舍不得离开居民群众。是奋战的白衣天使。我们一定不辱使命，勇往直前。必须要尽全力。他是直面病毒的战士。你必须身先士卒，你必须是赴汤蹈火。他是用生命践行使命的扶贫书记。作为青年一代，我们责无旁贷。不获全胜，绝不收兵。是打破偏见的拳王。凭勇气和智慧冲向宇宙的航天勇士。航天员在面对未来的时候是有取有舍，就把生死置之到了度外。同时他更是自己，从自我突破到释放天赋，不被定义，无关年龄。他感知自己，走向自己，成为自己。每一个你都会是独一无二的他。致敬，在特殊的日子里，致敬了不起的他。